Hello， 我是 Kai， 今天纯粹要更新一下自己玩小小恐龙世界的进度。那这两天圣诞节，其实我本身是回了 hometown， 所以都没有什么分享到游戏影片，于是呢就继续玩这款手机游戏了。那目前呢我是14等，并不是说很快乐，主要呢就是用了友情点抽了40次，也拿到了一些三星可以进化到五星的恐龙了，比如说这个牛龙，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很像三角龙这样的，另外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三星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了。那其余的一星二星龙我就拿去喂了主要的龙了，而召唤点数我也抽过了两次了，原本我是想存到10000才抽的，不过之前有被人攻击过，损失了1000多召唤点数，所以呢昨晚就尝试抽完全部了，不过拿到的龙也是还好而已啦。那接下来呢我应该会制作这款游戏的基本介绍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希望有玩这款游戏的朋友可以留言写下你们的 ID， 让我去加你们。目前的朋友上限是50名，所以就先到先得吧。 OK， 今天先到这里，拜拜。